建设本应该感觉总下系年少就东南集权，为了改变安尼个真相，台中市东市建分局同台中市咖啡会强下来判开发西西建设停两奖，安排高官游戏本四年来搞，透过安尼了解建设个工作。在金色专家的指导下，新建的方用的菜数字路，看下甘州地铁玻璃样的方菜到自家的数字路么？也去迷你版的金融眼镜，引来的去顺路，马上来中暖警察的上服来翕相，看起来真蛮严到。枪，会不会中枪？会，会，因为警察叔叔叫我们拿的。就是警察怎么当？做小偷。抓小偷，因为小朋友都不了解警察行业的辛苦，所以想说带他来体验，对，让他知道那个警察先生工作的辛苦，对，然后让他体验看看。台中市合肥区特派员董思健分局，看办理行业细细警察体验奖，本身因来体验警察嘅工作更辛苦，同时嘛好跟警察嘅相关嘅合法，总共上嘅六十个声音嘅报名体验。要么该批将，要么该观察有这样的一个课语的学习环境，结合我们警察的一些执法特色，包括这个交通安全的学习，还有一些课语的相关警察的学习用语，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。做了个神探，做侦探，还是做了个交通警察，当神器，还是在学讲客家话，因为见到做通关，讲正确的客家话，将是拿到奖品，同家个热爱乡下来量参与了个活动，增加了个亲子的关系。警察的评审是本应角度讲唔好接圈，陌生人来作弄警察的生活，完全改变了警察的严肃的形象，唔但想等影响，嘛来惊民众跟警察的距离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。